签证件给装上。其实辽宁本溪这里呢有很多很多拍的，而且就是你如果去搜啊，本溪这里有估计有10个或者20个，反正有很多很多至少10个吧，这种叫公园也好或者什么保护园也好啊，就是这种枫叶红看红叶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他们的风格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差别不大啊，都是这种中小景，好吧，中小景，大景的话基本上这一带是没有的，都是在山里边枫叶红叶溪流啊，有的时候有点小湖，然后比较出名的呢就是什么老边沟啊，还有关门山啊等等枫林谷啊。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要去老边沟关门山这种啊，关门山老边沟我觉得非常棒，好吧，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太多，你真的是要去老边沟关门山的话，我强烈建议你早上像这个季节的话，我觉得你5点半就可以出发了，5点半太就是已经有光线了，好吧，然后拍那个可能9点钟太阳或者10点钟太阳照进沟里，那你就可以出去了，因为有太阳的话拍摄出来并不好看，所以就一定要早，而且早的话就是人比较少嘛，是这样。然后你也可以去一些小的景点像什么大地森林公园啊，还有什么阴风峡呀，包括我比较喜欢的这次出来啊，什么有一个叫龙道沟，我觉得很不错，然后人也很少，非常具备那种创作的环境，你可以安心去找构图，好吧 ？OK，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构图啊。好，我现在打开了相机的实时取景器啊，不过现在呢是稍微晚一点了，人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我现在是16端，然后我一会儿呢就准备这样来构图。把这个就是这个白色的天空啊别保留，好吧，然后就这样，这样差不多，把桥放在中间就很好，这样构图我觉得是完美的。我先给它锁定住啊。好，你看我们这样构图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天空没有白色的，没有那种高光死白，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具有质感和苔，就是有质感然后也有苔藓的一棵比较沧桑的古树，然后这个下边左下方和右下方对就是溪流，正前方就是一大片这种红叶，非常非常漂亮。好，然后我们的这里嘛就是这个小桥了。好，这样构图的话就真的是那种贵村式教科书式构图吧，好不好，非常简单，其实也是老法师构图，好吧，但是老法师构图有时候也可取，就是大家拍摄啊就是要注意细节啊，一定要注意细节。你看我们这个桥上高光的这个很不好看，所以我现在转过来，我转偏振镜啊，现在你看把桥上的这个反光给消除掉，这个很关键啊，拍照就是这些细节。你看我这样的话，刚才就是你不消除反光就是这样的嘛，我消除过后它整体的那种神秘氛围感一下就跳出来了，好吧。好，现在拍一张啊。刚才拍完了啊，现在太阳已经起来了，像这种森林啊溪流啊，太阳起来就可以回家了，是吧，睡觉了啊。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住的这个森林小屋，好吧，森林小木屋，这个外边环境非常非常好，然后最主要是什么，我要体验一下
东北的特色叫什么？火炕，火炕，好吧，火炕，上炕，上炕吃饭，上炕睡觉，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火炕还是电炕啊，反正是炕就行了。不好意思，风有点大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森林小屋啊，就是环境非常非常好。这个是在老边沟里边，好吧，老边沟是这边最有名的景区之一吧。然后住，另外说一下，住这里边买门票可以打折，好吧。很好，马上到了，我给你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火炕，火炕是什么样子啊。小木屋，哎，挺好，这个环境挺不错。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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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看一下，噔噔噔啊。其实我已经住了一天了，但是呢，大家看为什么这个炕是吧这么整洁啊？那是因为我收了一下，好吧，不然的话像乱鸡窝一样，好吧，非常非常乱，你们都懂，好吧。哎，这一片真的是太漂亮了，我决定跟大家看一下啊。我架 GoPro 在前边， GoPro 够了。这个马小璐的这个车载吸盘，我就是在市场上啊，我能找到的这个应该算是最稳定的，绝对超级稳固，无敌稳固，好吧。马小璐的这个你可以架什么稳定器在上面都没问题，稳定器挂相机，不过我这个呢就算了，就架个 GoPro 跟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东北这边的秋天到底怎么样啊。它主要是把这个气可以给吸出去，这个就超稳了，你看，我去，这个好，再连个小云台上去就行了。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它是那个小的螺纹口，这个小云台不行，然后我把这个马小璐这个大云台给它装上去。但是也有个问题啊，这装上去我怎么卡呢？怎么卡上去？有办法吗？哎，我想到个办法。我现在想到办法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云台它不是这个热靴的吗？啊，我先把这个装上去啊。好，然后办法都是人想的，好吧。好，然后我这样，我先把这个给它装上去。因为这个马小璐这个它是架那种相机的，单反的，架那个什么稳定器的，然后这样这个上面啊，我再来装一个 GoPro， 这个办法好吗？好吗？好的话点个赞啊。
下，蚊子挺多。好，然后就现在这个季节吧，林子里边有绿色，有黄色，有橙色，有红色，然后就没有其他颜色了，好吧。这样的话就有反差，你知道吗？就是林子啊，就是色彩啊，它一下就能跳出来。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构图啊。好，你看这个用长焦还是中长焦，也不是长焦，大概七八十的焦距吧。好，然后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你就是这个地面呢、这个地面就是不用太多，因为不好看是吧，白茫茫的是吧，就不是很好。好，然后就这样，但是你也别把这个树啊，像这样树拍断了，也就这个场景啊，至少这个场景不是很好，你还是给它留一点，就是别就是树根这样延伸上去，大概的话就可以这样来拍摄一张。好，我先给它锁定住啊。好，这样的话就色彩啊这些都非常好。好，我们现在拍一张啊。这次东北之行呢，我不仅收获了几幅满意的照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愉快的旅行。我没有进沈阳，也没有去大连。十天的行程，我一直待在了本溪这座小县城里边。这里有清新的空气，便宜的美食，更有五彩斑斓的森林。今天这集呢，是我6000公里往返自驾东北的最后一集。算上这一集，我一共给大家分享了3集我的现场摄影 vlog。 没有看过前2集的同学可以回去看一下。接下来如果顺利，没有疫情，我将前往青海可可西里，在极寒的冬季大雪山里去寻找拍摄高原地区的壮丽的自然风景和野生动物。喜欢的话请点个赞3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的自然影像永不停息。